就爱王心 X 甩开王心凌内裤风波，姚元浩热恋王心恬。姚元浩于去年二月结束与王心凌的四年情，两个月后又闹出内裤风暴，掀起轩然大波。事隔一年，他传出新恋情，对象是跟前任名字姬氏的女模王心恬。虽然两人处处防备小心，还是被本刊抓包，男生晚上去接女生。王心恬曾闹出三角劈腿新闻，旧情同样精彩。由于过去姚元浩在面对与隋唐或王心凌的感情时都处理的不是太妥当，他似乎担心感情一曝光又会被过度关注，因此在谈恋爱显得格外的小心翼翼。他出门都会左顾右盼，四处张望，连回家也高度警戒，会不停地绕圈圈，甚至闯红灯，时时观察有没有人在注意他。而他这次的新对象是与他前女友王心凌只差一字的女模王心恬。